本周经文来自马太福音第28章第1到第6节，请大家跟我一同诵读。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马拉的玛利亚和那玛利亚来到坟墓，突然大地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。把石头摆坐在上面，他的样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任何人就应该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独一无二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但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”今天莫正义牧师为我们带来的正道是《耶稣永远活着》，有请牧师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们要通过刚才所念的这一段的经文，啊，非常的震撼的经文，我们来想耶稣永远活着。有一个故事，他这么描写：在新英格兰的地区的一个小教会，这个牧师叫做乔治·多马斯。这个乔治·多马斯这个牧师有一年在复活节的早上，他来讲道，他就拿了一个那个鸟笼，空的鸟笼，就放在那个讲台的桌子上面。哇，大家一看，牧师啊，今天复活节，跟那个空的鸟笼有什么关系啊？鸟笼你要放就放一个比较漂亮的、不起眼的鸟笼，你拿来这边干什么？当他开始讲道的时候，多马斯牧师他开始说：“昨天我在街道上散步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提了这个鸟笼，里面有3只小小的野鸟。”小孩子一边走一边晃，一边走一边晃。那因为小鸟在那个鸟笼里面，它在晃来晃去。请问，这3只小鸟会不会惊吓？会，就乱跳。所以在惊吓当中，哇，他觉得好玩。牧师就走过去说：“小朋友啊，啊，你拿了这三只的小鸟，啊，你要做什么啊？”他说：“我要把它们带回家，玩弄它们。”一根一根的羽毛把它们拔掉，让它们互相咬来咬去，一定很好玩。牧师就问他：“小朋友，那这个鸟笼里面的鸟，有一天你玩腻了，那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我家有一只很喜欢吃小鸟的猫，我就让它们这3只小鸟啊，被我的猫把它吃掉了。”这牧师沉默了一下，问他说：“小朋友，这3只小鸟你要卖多少？”哇，这个小朋友在心里一想：“啊，这牧师你到底有没有毛病啊？这些小鸟又不是什么名贵的小鸟啊，这些小鸟啊，它又长得不起眼，也不能唱歌给你听，你来买回去要干什么？”啊，这个牧师还问他说：“你要卖多少钱？”这个小孩子看到牧师这么坚定的要买这3只小鸟，就跟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要价10块钱。”牧师从口袋里掏了10块钱给他之后，他就把这3只小鸟，跟这个鸟笼就交给了牧师。牧师就把他带了离开现场，到了比较空旷、树木比较多的地方，牧师就把这个鸟笼的门开了。让这3只小鸟就飞走了。汤马斯这个牧师他说：“我今天为什么拿了这个空的鸟巢，这个铁笼子过来，你们就知道我的用意了。”这个牧师开始说：“有一天，撒旦和耶稣他们就有这样的对话。这个撒旦从伊甸园下来，他带着胜利的微笑说：‘
跟耶稣说，耶稣啊，看我在伊甸园里面设下的陷阱俘虏了现在整个世界的人类。耶稣问他，你要怎么处置他们？他说，很简单，我要玩弄他们，一定很好玩，先让他们甜甜蜜蜜的结婚，然后让他们互相残杀，离婚之后我教导他们互相憎恨，让他们喝酒，让他们抽烟，让他们吸毒，然后再教他们如何制造枪炮弹药，互相残杀，我想这个世界一定很热闹。耶稣问他，你玩弄了这个世界整个人类，你玩腻了之后你要怎么处置他们？魔鬼说，我要杀他们。耶稣就问，你要把全世界的人类卖多少钱？这个时候这个魔鬼他就觉得，啊，耶稣啊，你到底有没有毛病？这些人对你也一点没有好处，你要 这些人干嘛？他们只会恨你，他们只会吐 口水吐唾沫在你的脸上咒诅你，甚至杀你。你要这样的人类干什么？耶稣再一次问他，你要卖多少钱？撒旦就这样歪眼斜眼的看了耶稣之后，就跟耶稣说，只要你付出你的眼泪和你的鲜血，全世界的人类就归你了。耶稣就这样全然付了这些代价之后，把所有的人类从魔鬼的捉弄，在魔鬼权势压榨的情况之下，耶稣付出了他的眼泪，付出了他的鲜血，把整个人类救赎回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死亡并不是上帝原来的创造，是因为亚当夏娃他选择听魔鬼的话，要自己当神，使得人的灵和上帝的灵隔绝了之后，人就陷入痛苦的罪恶当中，而且这个世界受了咒诅，弱肉强食，生态改变了，不再是上帝起初所创造的世界，看一切都是美好，没有死亡，没有劳苦，这是创世纪第三章所写的。所以当耶稣他创造人类是没有死亡，死亡是什么？是因为亚当夏娃他离开了上帝之后才有的。所以人类的死亡在告诉我们，人们离开了上帝，我们要赶快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了这个代价。所以在这个复活节里面，我们要来想，第一个，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，说真的，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仍然在罪恶里面，就像那个鸟，那个小鸟，如果牧师他没有付上十块钱的代价，他就在那里面被捉弄，然后互相残杀，然后被猫吃掉。如果耶稣没有付上他的眼泪，没有付上他十字架的保险，我们只能任凭魔鬼来捉弄我们，让我们的婚姻破裂，让夫妻反目成仇，让世界制造枪炮弹药，借着毒品，借着 AIDS 自己互相残杀，最后呢落在深渊火湖当中，就在地狱里面。所以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，他死了，我们仍然在罪恶里面，所以他的复活是胜过罪恶很重要的一个权柄的表现。第二个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那我们只有盼望现世的生活，那我们不是很可怜吗？如果没有复活，请问死了就算了？我常常对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说，人如果死了就算了，你说多可怜啊。你看那些人家里有丧事的，他们哭得死去活来，我不晓得各位同意吗？他就特别，我不晓得在国内有没有这样的那个哀悼的那个葬，那个白布写着“天人永别”，有没有看过？还有写着“天妒英才”，
我告诉你，上帝才不会赌英才哦，上帝喜欢英才，他哪会赌英才？他们的天说天赌英才，说这个人就哇，他表现太好了，就把他拿走。说天赌英才，我听你在说嘞。上帝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才不会赌英才，他要每个人不管你是不是英才不英才，都能够得救。如果没有复活，那我们基督徒实在是世界上最笨的一群人。耶稣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耶稣已经胜过苦难，胜过病痛，胜过失败，所以他是复活的，是我们的希望，我们的力量。他因着我们信他，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的苦难。保罗因着他身上的一根刺，他却反而感谢上帝，让保罗学到在软弱当中能够更依靠上帝，能够不因为这根刺让他觉得很苦。他说，我反倒夸自己的软弱，来使上帝的刚强显现在我的身上。所以第一个，基督如果没有复活，这个世界没有盼望。你看这个世界有一些人是死了又复活了，你如果去看那个非洲那个布永康牧师，他的那个 YouTube， 那布永康牧师他的 YouTube， 他在那个肯亚还有在那个 AIDS 那个国家，很多 AIDS 那个国家叫什么乌干达，他一次的布道会100多万的人，70几万的人，少说都有70几万的人在那边啊。他也有曾经也有死人，使那个死人复活。但是我请问，这些死人复活之后，他们有没有又死了？拉撒路，圣经里面的故事，拉撒路，他耶稣来说叫他起来，他就复活了。请问拉撒路后来有没有死人？我要告诉各位，虽然世界上有这么死的人复活的历史存在，但是复活之后永远不死，就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啊。耶稣基督他已经死而复活，代表什么？他已经胜过了死亡。死亡是人类的仇敌，等一下我会讲。第一个我要说，若耶稣没有复活，第二个要说的是什么？是基督复活。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耶稣复活到底有什么意义？第一个，他胜过我们最大的敌人，就是死亡。如果世界没有死亡，你说该有多好，对不对？但是牧师上一次有讲过，不晓得是跟我们讲过的吗？如果一个人他不死，牧师你今年几岁？300岁。啊，你有没有三高？我不止三高，我头发都掉光了，牙齿也掉光了，啊，尿尿都尿不出来，哦，那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饭都吃不下，又吃下去又啊不会消化，哇，全身不是这边就是那边，就是这边就是那边。我跟你讲，300岁还会很健康吗？齿牙、齿摇啊，齿苍苍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就不用动了，已经没半颗了，你还要吃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人会死，神的恩典啊，一辈子很辛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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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后来结束了，我请问，那是不是上帝的恩典？那叫什么叫解脱嘛？所以基督徒不是把死亡看得那么难过，死亡是我们的敌人，很多人说他不怕死。到他真的 要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祷告好不好？让替我跟上帝求，我要复活一下。”死亡是我们的敌人。一个人他如果连死亡都不怕了，请问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一个人不再惧怕死亡，他就没有什么好怕的，因为死亡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敌人。但是耶稣基督已经畏惧死亡，使我们得到安慰，将来有复活的盼望。所以我们今天复活节不是在纪念2000年前主的复活，我们是要纪念今天复活的主，他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。第二个，复活节的意义
在说什么？在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。不，你说，来，我请问，看看，爸爸比较大，或者你比较大？哦，所以你爸爸叫做薛志军，薛志军比较大，所以薛国安堂比较小。OK， 那你是薛志军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排老二，他排老大，薛志军排老大，对不对？那我请问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请问谁老大？啊，耶稣在上帝老大，谁老二？耶稣他老二。有一个笑话说，怎么可以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？你知道耶稣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？耶和华，信耶，因为上帝信耶，耶稣也信耶，所以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好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反正上帝是老大，耶稣是老二，对不对？错，因为神他不能替我们舍命，他不能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因为为人而死一定要成为人，人才有资格为人而死。所以耶稣就是上帝本身降世为人，上帝他来看这些我所造的是人，怎么犯罪了怎么办？因为罪的工价在圣经里面说，罪的工价是什么？是死啊！啊，人家这样子个不死，就怎么办？就是让他的罪赦免了。啊，上帝他是完全没有罪，他要让我们罪得赦免，他要用人的方式来赦免我们。所以上帝本身就成为人，降世为人。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但他不以自己跟上帝同等，他就谦卑屈膝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他是上帝成为人在世界上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所说的话都不是人可以想出来的，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神迹都不是人能做的。他的降世是为人，他成为人是圣灵感孕，他没有透过精子跟卵子的结合，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所以他不是人的后代，他也没有原罪的问题。他的死让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他的复活不单证明他永远活着，他也跟我们保证他已经付上了那些代价。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，那10块钱已经把那三只小鸟买回来了，我们已经在耶稣的眼泪跟宝血里面已经把我们买回来了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但是耶稣本身就是上帝。第三个，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是什么？他已经付清了罪的代价。莎士比亚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死亡好像一个幔子，只见人从这里进去，从来没有看见人从那里出来。我要告诉你，莎士比亚这一句话被耶稣打破了，因为耶稣进去的死亡之门之后3天又从那个地方出来，他复活了。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，马太28章第1节到第6节，这里是描述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情况。所以耶稣他进了那个布幔之后，他要出来了。就好比一个人，今天我做欠安康1000万，我硬是不还，他把我告了，我就被抓去关了。请问我要怎么样能够出那个监狱，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？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能够出那个监狱？请问安康，我欠你1000万，你也说个方法吧。我被你告了，被关到那监狱里面，我要怎么从监狱走出来？我要付清我欠你的钱，多少钱？1000万。今天我们要从罪当中，我们要从死当中走出来，我们要付上代价。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，谁来救我们？就是上帝本身降世为人，为我们付清所有的代价。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，释迦牟尼、穆罕默德
包括你的祖先都被关到死亡的监牢里面，他们没有再出来，但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走出来，他不单单是担负世人所有的罪，也付清了我们世人所犯的罪需要付出的代价。第四个，耶稣的复活在说什么？在说我们有一天也必要复活。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我们也要必复活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四节说，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。那请问，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一同复活，圣经这么说，主耶稣复活的，你相不相信你死后也会复活？信不信？信。人的形体就好像一粒种子种在土里，长出来之后它不会是种子而是一朵花，人的复活也是像这样，就像一颗种子种在土里，它长出来，它不是种子种下去长出来也是种子，变成花，变成树。人的身体会朽坏，但要好好的为主保存，为主而活，就好像种子种在土里面，仍然要好好的耕耘才会长得好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说，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在主里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。第五个，最后一个，主耶稣与我们同在。你看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吗？刚才所念的经文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一起来念。闪来，安息日将近，七日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，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。